是大明咒。好，这个是呢，也跟前面一样。大。明。连续性啊。咒。哦，富贵宫要小心一点。是无上咒。啊，是跟前面一样。好，再来五。五字上。哦，这上的笔顺哈、哦、也是很多种哈、哦、我这边是先写直画，右边一个短横。好、哦、这个也是蛮多种写法的哈、哦、这只是其中一种而已。咒。好，四五等等咒，同样的写法是。五。等等，等等。小心这边的横画的配置，我一定要一致均匀性哈、哦。咒。好，大概这样。